车间又一套室内充气城堡出货，质检测试中。近年来，商场中庭或者室内引入充气城堡游乐项目越来越盛行。仔细看这些室内充气城堡的颜色搭配和玩法设计，都会和室外充气城堡有所不同，更有特色。你看视频中这款马卡龙颜色的配置和独特的造型设计，是不是很有特色？你再看下郑州卧龙游乐的做工，在大面和造型的连接处都做了加固处理，产品更结实耐用。